大家好，我是阿林。我们重庆人隔三差五要去吃一下火锅或者串串，因为久了不吃那个麻辣的不爽啊，反正隔三差五要去搞一下。重庆什么都不多，就是火锅和串串店特别多。我以为这个没做哟，结果那么多。好多品种，好多品种。看一下嘛，这个重庆的火锅就是汤红，这个就是辣椒和花椒的碰撞。看上去是不是很舒服？看上流口水啊！正宗重庆串串儿。